我都替你害臊。还有你，小娃子，钱富贵稀里糊涂的活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怎么也跟他一样啊？如果我们不能互敬互爱，不能团结一致，那还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啊！现在开始，我命令你们两个疾跑十里，立正，向右转，后步走。哟，两位稀客呀、兄弟啊，我们是来道歉的啊！你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真心道歉啊！这是猪杂碎，香着呢，兄弟。咱们都是当兵的，都是打鬼子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咱们都死在战场上了。咱们和好吧，兄弟。哎，啊，行。哎，走走走，喝酒去，喝酒去，走走走。哎，兄弟，你们在酒作坊里做什么呢？哎，是用来酿酒的特殊酒酿吗？我们在炒火药粉，水雷不够用，所以只能自己做一些土的。那很危险啊！我们都已经摸索出经验来了，会小心的。另外，也确实没办法，只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只能冒死做了。兄弟，什么也不说了，来。因为经费太少了，吃的需要自己来种。兄弟们在山上的空地上都种上了包谷，我们海军没打好，所以我们不好意思过多的要求什么，我们只有忍耐着等待机会。上次新华日报的记者受周公委派来看过我们，他还做了报道，他说石牌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的，我们就是要让小鬼子来到这里就无法前进一步。但是医生，我们的布雷船在五月初的时候被日军击沉了两艘，布雷驳艇被击沉了18艘，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布雷船的支援。好，我来想办法。你们知道那桥有多高？要不是我身轻如燕，动作利索，能炸得了那桥？嘿，那桥又炸不了，石牌就完了，小鬼子就过来了，想想都后怕呀。石牌的大恩人呢？可以这么说。哎，长官来了。起早，四妹。哎呦，胡长官来了。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这照顾伤员，真是辛苦了。您看，胡长官，您说的哪话呀？这不是我们应该的吗？四妹。嗯。我想请你帮个忙。说吧。我们的海军需要到江口去布雷，但是布雷的船只被日军炸毁了很多，现有的船只不够。你看能不能？能，我让我们华夫队的弟兄们驾船去帮忙，我现在就去找人。好。四妹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一上午了，半句话都没说。你问他去啊？哎，自从那个江中尉出事以后啊，我就没见四妹笑过。性格都变了。哎，胡少校，
胡少侠。啊，宁小姐。听说你又打了个漂亮的仗。那是什么漂亮仗啊？我不过就是参加了一次战斗，搭了个顺风车而已。那什么时候能带我们打个漂亮仗啊？其实我最希望的是带领大家参加抗战胜利的庆祝会。胡少校，有个人想见你。春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春来哥，是我在半路上遇到的。医生，我来江防军找杨帆参谋长传递情报的时候，在途中被日军追赶，我中弹后被路过的江防军搭救，后来聂护士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太好了，那你先好好的养伤。医生，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对这国民党军队的指挥能力非常怀疑。那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在这儿也回不去了，你上战场就带着我吧，我总不能在这儿一点力都不出吧。我求你了，让我和你们一起去打鬼子。兄弟们，一会儿江边集合。好嘞。可以毫不吝啬的穿上我们已经保存了很久的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海军军服，我们又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报答国家和百姓的愿望，我们又可以像一个海军一样去战斗，去牺牲，去杀身成仁。前有为国捐躯的英烈邓世昌邓大人，后有我海军诸人，我相信你们的荣耀将会因此而注定发扬光大，永远的留下来。弟兄们，让我们为国战死吧，你们愿意吗？愿意。船，我比你们熟悉。不是，你们这干啥呀？祭江神啊？这猪是用来伪装水雷的。啊？我真心弄这头猪啊，够不少人大吃一顿的。哎，富贵。啊？你跟娃子两个就留在岸上吧，下船。为什么？你们不是海军出身，不了解如何处理的技巧，我怕到时候出现问题，你们无法解决。下船。服从命令。是。来来来，快快快下去吧。